部新推出的 Shift Flow 3咧，其實不論喺娛樂上或者係我哋睇片啦、影相啦、打機上面啦，都有一定嘅流暢度，同埋拍攝上面咧都有啲提升啦。咁不唔知道我哋對於工作上面咧呢部 Shift Flow 3又有冇一啲好處可以帶俾觀眾咧？當然有啦，因為呢部機其實既係手機，亦係平板啊嘛。咁一個7.6寸嘅大屏幕，其實如果用佢嚟做嘢咧，咁可以做一個多功處理。我哋可以將佢分成三份。咁變咗嚟講咧，你可以一邊去做你嘅文書處理啊、Word 啊、Excel 啊，甚至乎 PowerPoint。下邊嚟講咧，你就可以開翻你嗰個 Gallery， 去揀翻你需要嘅相。在另外一邊你又再可以開多個 Samsung Lock 去做記事啦，咁變咗咧喺呢個情況之下咧非常之簡單，你只要揀翻你想要嗰張相，拖翻過嚟，然後就可以做裁剪 edit， 咁就想用翻你需要用嘅嘢噶啦。咁就真係好方便喎！呢、這個多功功能咧，講緊我哋平時可能用電腦嘅時候啦，都要對住張相撳剪下，跟住再去翻個 notepad， 可能撳翻貼相咧先可以做到。但係而家只要一拉過去咧，就已經可以做到。同埋講緊咧，佢仲可以有多個分頁喎，即係代表我哋上面可能我哋做緊一啲視像會議嘅，又或者開緊一啲文件咧，都唔需要撳交叉掣，係啦，我哋只要喺個 tab bar 嗰度咧，去開翻出嚟咧，就已經可以做到呢個多功功能的，而且是對於工作上面是幫助了很多。沒錯， YoYo， 剛才也講過我們會做一些視像會議，其實有時如果用手機做整天這樣拿著部機隻手都會很累，變成這一款呢，其實我們會有一個摺疊裝置來嘛，可以摺勻它擺在這裡，那就可以做到上面就可以做緊你的視像會議，就不用拎著甚至乎我哋可以一邊做一個視像會議，另外一邊箱就用 S Pen 去記低你需要記低嘅嘢。OK， 哇！呢、這個功能咧都好好啊，因為咧有時候用手揸住個手機嚟 zoom 啦，一嚟就可能影到自己個樣唔靚啊，因為低炒係啦；二嚟咧隻手又攰喎，揸住個手機咁重。如果而家有個摺疊嘅模式啦，一邊開 zoom 係一邊可以 drop notes 咧，簡直係隨時隨地都可以做到視像會議，再加 Chat Minutes 嘅呢個功能啊。嗯，冇錯啊。咁咧呢一個咧一個S Pen 咧，其實咧喺早幾代咧都有客問過㗎啦，咁大個屏幕可唔可以用嚟做啊？咁嚟到第三代咧，終於都支援啦。咁你會見到咧，而家我手上面拎住呢一支咧 Full Edition 嘅一個 S Pen 咧，其實咧比起一般你見到嗰啲咧，可能會大少少。咁如果對我呢啲隻手大少少嘅人嚟講咧，拎起上嚟用嘅時間咧就更加方便。咁其實好簡單咧，喺呢度照寫，就其實個感覺咧，同你揸住一支真嘅筆，喺一張紙上面寫嘢咧，係冇乜分別。哦，啱啱見你寫嘅時候咧，都好流暢喎，同埋寫啲字咧都好貼合你頭先嗰個筆跡喎。係啊，咁同埋咧，佢都支援手寫轉字啊，因為嗱呢個就我識睇啫，咁轉咗你第二個人可能唔識睇噶嘛，咁佢都可以轉翻啲嘢好似。Okay， 明白。我看到這支 S Pen 啦，金鑽咧都好似比起以往係大支咗啦，粗心咗，就好似一支實體，我哋平時用開嗰啲筆咁嘅大細。啊，咁究竟佢咁呢支筆咧，平時係會收喺邊度嘅咧？其實咧，佢咧會另外其實有一個機套啦，咁其實喺側邊咧就有一個位置擺放呢支 S Pen。咁樣擺翻落去，咁你就可以帶住佢周圍去啦。而且呢個機套亦都可以保護翻個手機咯。咁的而且確好方便喎，只要加埋呢一個機套，係啦，就可以隨時攜帶埋呢支 S Pen 出街。咁不論你係工作啊，你要開會議，又要邊抄 notes 嘅話咧，其實你攞支 S Pen 出嚟都係十分之簡單嘅事啊。同埋對於一啲中意畫畫啊，係啦嘅朋友們咧，其實呢支 S Pen 咧的而且確可以將呢部 Shift Flow 3咧作為一個畫畫嘅工具啦。咁隨時隨地啊，去到邊度想寫生或者係寫低自己一啲心聲嘅話，其實都可以很方便地做到。嗯，沒錯。
係啦，咁總括嚟講啦，呢、這個 Shift Flow 3咧，其實不論喺娛樂啊，啱啱講過一啲打機啊、睇片上面啊，都有一個好高嘅質素啦，因為支援120Hz 啦，咁同埋影相啦，自己一個人唔需要腳架咧，都可以影到靚相喎，再加上一支 S10 啦，同埋佢個多功嘅功能咧，喺工作上或者娛樂上咧，都有莫大嘅幫助啊！最重要佢係支援埋個 IPX8 防水啊！冇錯啦，防水咧呢個真係一個好大嘅賣點啊！嗯。